将军！将军！将军！现在就去做吧。是，陈公令。哎，仔细点。来，啊，那边。灯笼摆得正些。啊，是。如今又是正旦了。你还不想回家？皇后是不知道，如今我府上是热闹得很。齐家阿姊、青姨、堂子都生了娃，我若是回去，怕是没有我的位置可以坐。我就留在长秋宫陪着皇后，不好吗？皇后，今日是正旦，跟往年一样，还是得许愿。我便许愿，你能得遇良人，在我有生之年，能瞧见你嫁人生子。我一辈子不嫁人不行吗？我自请幽居长秋宫，一晃就是五年了。你也陪了我五年，还未想通吗？想通了，只是不能原谅。我与他有缘无分，已经别过了，便再无可能了。可惜啊，可惜！我本想求圣上将子圣召回。毕竟五年过去了，他在西北实在太苦，该回来了。
不过就是家人生死罢了，与谁不能？为何偏要是他？但我想你嫁心爱之人，而非随便他人。对于心死之人来说，倒也毫无区别。那我就愿我死后，你的余生能够长长久久，有人陪伴。皇后莫要说不吉利的话，去挂起来吧。是。皇后，少商就陪在你身边，一辈子的照顾你，不好吗？傻孩子，不管你如何想过你的余生，我都支持你。你想走的路都是顶好的，只是或许是我贪心，总盼着你能圆满些，再圆满些，我也能够更加安心。如今连小五都嫁了，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。你看这雪下得多大呀。免礼吧，宣皇后今日身体如何呀？听说不太好。孙医官说，快则越愈，幸而能挨到春日。珍安一生不容易啊。原本朕与阿衡想去探望，可是他不愿意见我们。少商啊，那你就带朕多陪陪他啊。月皇后每月都送来吃食，还派医官为皇后诊治，皇后都领情。皇后还请求圣上为他移宫，将长秋宫还给月皇后。皇后还说，按道理她应该随东海王蜀地子称东海太后。都五年了，阿紫怎么还未忘却此事？你回去与她回禀，就说是我说的，一来一去麻烦得很。
我这人认准了一个地方，就不爱挪窝。永乐宫住习惯了，懒得动。还有，称呼也不必改了。她永远都是宣皇后。我这人也向来不爱那些虚名。若是再提及此事，便是存心令我不痛快。懂吗？趁女戴宣皇后，谢月皇后。五年了，你足不出宫门，咱们也就能在此处相遇说话。善剑以为少商君要在长秋宫养老呢。分明是你总等在此处，我是看不过去才来与你说说话的。有何不同？红尘男女，无非你等我，我等你。总有等不到的，也有等得来的。就是不知少商君，是我等得到的，还是等不到的？多谢你这些年陪着我，幽居在此，也就只能见见你这个人了。长秋宫宫女不是人吗？那翟傲也不是人吗？少商，宣皇后怕你有归宿，你作何打算？宣皇后身体每况愈下，年终前必然盼你成婚。然而可成婚者众，能令宣皇后相信且安心者少。不如选我。你我家世匹配，你要密婿，我要择妇。不如咱俩凑合演出戏，宣皇后也好安心。你若真着急择妇，纪大人为你荐的那几门亲事，你为何一门都不答应？袁善剑，我知你心意，可我给不了你想要的。少商，你可知为何这些年来你锁定亲事都不成？因为你目光短视。你看，善剑的双亲任我生长，你想要自由，这都城中谁能自由过我？你我分明最合适，你怎知你给不了我想要的？那你想要什么？你我天生娘胎里就自带三分凉薄，可成为病友，亦可成为盟友，且因利益一致，彼此信任，也绝不会互相拆台。我会比某些人更珍重自己，不会将自己置于险地。所以，我比他更适合你。
老子生回都城，不日即将到达。世人始终放不下自己的心结，只因心结困住，最终陷入令自己更痛苦的困境中。过去的始终会过去，人要珍惜眼前和将来。若想余生过得平顺，就必须突破困住自己的心结。若此时此刻我心里还有他，你也愿意娶我吗？我愿意。我愿意等你慢慢忘掉他，一直等下去，直到你回头看见是我那天。善见定亲，陛下先坐会儿。您就是脖子伸得再长，子胜也不能长着翅膀飞回来呀。该不会是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吧？就不该让老三去接。一刻钟前不是才差人回禀刚进了都城吗？从城门骑马进皇宫也得好一会儿。你当子胜真长翅膀了还能飞回来？陛下，陛下，陛下来了，来了，我将军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快呀，快去呀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子胜。子胜如今长得是越来越像义兄当年了。罪臣祸不已，参见陛下。子胜，快起来，让朕好好看看你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。五年了。你倒是挺大方啊，最得力的都留在都城，少商五年都没出过宫，要你护着，倒是你自己这身边留个没用的，旧伤未愈又添新伤，不要命了。你说
你家少主公是怎么受伤的？五年前那次，是万将军遭立帝余孽刺杀，少主公轻骑叙旧，不料那些人都是死士，手法诡异，咱们人少势弱，少主公才受了伤。怎么是你去救啊？朕不是让云善剑的父亲领兵去的吗？我也不清楚，少主公也不说。没隔两年，少主公又再次犯险，这一次是去蜀中剿匪，呈送程将军中埋伏，是少主公暗中接杀贼。够了，难怪了。朕就说，怎么上一次呈送凯旋，一直不见他来领功？哦，原来啊，是有人在暗中做了英雄哦。臣只是不想看到同袍受困。石原本就是臣的分内之事。哎，你做这些，少商可知道啊？哎，你不会还指望着少商因为此事就宽宥你，与你复合不成？臣做错了事，不敢指望少商原谅。他本就不喜欢我操控他的人生，若他知晓我做了这些，他只会更生厌。此事确实是臣私心，但也仅此而已了。你真的无旁的心思？没有。如今啊，朕让老三去督办杜田令一事，你回来了，那就辅佐他一起推行此令吧。此事关系国本，功在千秋，切不可轻忽啊。臣遵旨。今日呢，是少商五年以来头一次出宫，与袁善剑一起啊，去拜见父母。不日，他们即将要定亲了。从此以后，你们俩呀，就是各走各路了。袁侍郎为人沉稳，心直有度。程娘子。程娘子嫁他，也算是终身有靠了。那你呢？你这以后是怎么打算的呀？就连对你姑母一直死心塌地的崔佑都说了，宁愿空着原配夫人的位置纳谏。真的是看着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心中不忍呐。父皇莫要为子臣担心，儿臣可听说了，在西北军营子胜受伤的时候，那洛娘子可是天天在身边照顾着。据说洛娘子如今说话性情和以前大不相同，逢人便说，既然已回都城，择日便要与子胜完婚。太子殿下，我与洛娘子毫无瓜葛，更无成婚可能。阿妃，在。待我们回府后，立即给洛娘子送去嫁妆，助她昭雪。哼，你这干系撇得可真够利索的哈。少主公，你真的不再去见程四娘子了？待我重修完霍氏坟茔与祠堂，我会祭告祖先，不再娶妻生子。我此生别无他求。少主公，你这分明是没想通啊。
你的手冻伤而已，我爱。马镫调好了，程娘子日后骑马还需当心。 多谢霍将军关照无负，不过到此为止吧。霍不疑，你不说话，我也知你心中所想。从得知你归来那日起，我便知你不会放手。我知在他心中，我比不上你。但少商脾性我了解，便是他还念着你，也未必会选你。 Ha ha.
自打小五远嫁，东海王就藩，长秋宫很久没有这般热闹过了。是啊，鸡头阿紫，既然回了都城，那便就多待几日，也好陪皇后说说话。阿紫可以尝尝我酿的米酒，还有桌上这些盘菜都是用来佐酒的，皇后最喜欢了。乔家长娘子忙的，不必这般招呼我。我也是长秋宫自己人。程娘子这几年可是将长秋宫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这菜色好，果酒美，可见我走这五年你在长秋宫学到不少。鸡头阿紫走了太久，怕是有些忘记了。五年前阿紫未嫁西北之时，皇后的寿宴也是我来操持的，并非是阿紫走了之后我才开始学的。是啊，还是妹妹命好，不似我，苦命人。先夫病重那阵，我没日没夜伺候，免不了闲言闲语说我等着改嫁。为着这句话，我硬是在先夫亡故后，又服侍贾家君舅君姑数年，支撑得很是艰难。贾家儿郎早亡，你骆家得贾家庇佑多年，侍奉舅姑也是本分，谈何辛苦一说？鸡头阿紫，人总要向前看的。阿紫往后的日子里，定是会好事连连。你说的对，人总是要向前看的，这句话，子胜也同我说过。他虽为人严苛，可待我甚是宽容，只允许我一人进出他的营帐，端酒送饭。你也知道，他忙起来是不吃不喝的，我甚是心疼。后来，他不许我再进他营帐，想来是怕我太过操劳，免我辛苦吧。你既与子胜这般要好，想必已定下婚约了。他还未对我提及，但我总觉得不远了。这次得到圣上诏书，说宣皇后病了，他立即奉命回都城，走得很急，连我都不曾带上。我总想，或许他是想在都城向我求亲了。看来是皇后病的不是时候，耽误阿紫好事了。不不不，我并非这个意思。我当然知道你并非是这个意思。皇后当年还在后位之时，不止庇佑过你们骆家一次，大恩在前，你又怎会埋怨皇后耽误了你的好事呢？若真是如此的话，又岂非禽兽之心？我知晓程娘子不喜欢我与子胜在一起，只是我们情投意合，情难自已。再说，你们已经退婚，如今他就算娶我，也算正当。毕竟儿郎在外征战，身边没有夫人帮忙照料，如何顾全自己？你也不希望他此生不能安好，对吧？我呀，也是为难，一边是你，一边是他。洛娘子，宫门锁了，便不好出了。你刚回都城，应当先归家看看，莫要在长秋宫耽个时间嘛。皇后，从前我也是住在长秋宫服侍的。如今多年未回了，竟然一刻也不让多待吗？洛娘子，赶紧回去看看吧。
方才洛娘子家中差人来送信，说是霍将军送了两车嫁妆到洛家，还有一面巨大铜镜，又特意嘱咐洛家长辈为洛娘子物色一个好婆家，此等大事，洛娘子怎能不在呢？铜镜，一面镜子，看来霍将军与吉通阿紫果真还是情投意合，又是送嫁妆，又是送铜镜，这城中之人还有谁敢说你们情不投意不合？少主公，听闻昨夜洛娘子被她的父母兄弟从家中赶了出来，他们洛氏在宣室麾下当差多年，本想借着东宫储君发达，谁知前太子被废，宣皇后自请废囚，他们就想着借女儿再攀上少主公这根高枝，这次少主公送她嫁妆，责令她招婿，恐怕洛娘子这次真的是走投无路了。哎，少主公，这霍将军。侠父对妾说，将军送了面铜镜和几箱嫁妆给妾，说会帮妾在西北招郎婿上门，妾惶恐，不知自身犯下何错，还请将军收回成命。我以为你是聪明人，而聪明人要懂得适可而止。在西北，我曾与将军相伴，将军难道都忘了？相伴，我曾与另一女子相伴过，一道用饭，一道说笑吵闹，耳鬓厮磨，那才叫相伴。在西北之时，我把你撵出军营，你住在军营之外，伺机溜进军营为我浆洗衣物，你我连面都不曾见过。我返回都城之时，你尾随大军兼程赶回，我连话都未曾与你说过。我问你，何来相伴？是霍将军对妾无意，但妾认为水滴石穿，你总会改变的。你看三年前你连营帐都不让我进，如今你看我的脸色都好些了，为何你就是不承认呢？够了，别再自欺欺人了。如今都城中人人皆知我即将嫁与霍将军，若是被他们知晓你不肯娶我，我还怎么做人呢？看在我自幼仰慕你的份上，还请纳了我吧，做妾也行。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你若现在回去，我可再加两车嫁妆，你若再纠缠不休，我便命人即刻送你回西北。霍将军，将军何必逼人太甚，我只是喜欢你，难道我也有错吗？那假七郎又有何错？是你杀了他吧？我什么都没做，你不能血口喷人。西北人人都说，贾七郎娶了天底下最贤惠的女娘，可我却知道真相。贾七郎的弱症，虽是娘胎里带来的，
但还不至于在20岁就要了他的命。是你谋害了他。至于是用什么方法，还用我再说吗？是不是因为程少生？你是不是还忘不了他，所以才拒绝我？与你何干？你怎能这样待我？这么多年，难道你对我没有半分情意？对，即便没有程少生。